为了配合防疫措施，保障入场欣赏节目的观众以及演出者健康，大家记得遵守以下的规定。观众应该在指定地方排队进场，并保持一只手臂长度的前后距离。观众需要戴好自备的口罩，工作人员会为你进行体温探测以及查看健康码。如果体温摄氏37度或以下，而健康码显示为可以通行的绿码，就可以进场啦。进入表演场地后，请先用酒精搓手液消毒双手，尽快入场，避免聚集停留。演出场地内、演区外围都会同观众席保持至少2米的距离。观看演出的时候，如非必要，记得不要除低口罩，要全程戴好啊！避免聚集，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的社交距离。所以在座席上，我哋都有特定区隔的安排。演出结束后，记得不要停留，以及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有序离场。一起谨守以上的各点，就可以放心欣赏演出了。